色铁门坐落在旗津区安住巷，这间小透天有一二楼两个房间，主建物七坪，离庙前路景区500公尺，附近是旗津海岸公园，门口挂上出售的牌子，开价108万。不控制版准备得咩啊？是摩托啦，哈，准备啊，吹波啦。不止这间，同样在旗津闹区附近，还有这间三楼透天，离渡轮站只要2分钟，四房一卫两厅15坪，一二楼砖造。三楼搭建铁皮屋，屋龄41年，售价158万，100多万买透天厝。原来这两间都是权利屋。蛮多的投资客，他们都喜欢买老旧的房子，那去根据他的需求再去重新整理，看是要出租还是重新再，等于是像女孩子一样把它化个妆，然后再高价再把它卖掉。权利屋土地是国有，屋主只有地上建物所有权，要每年付地租给地主，得到土地租赁权才能使用。这种权利屋优点是价格便宜，买下后注重功能性，若在地居住、仓储等需求，省下的租金就能回本。不过要注意，买这样的房子只有居住权，若地主要回，恐怕需拆屋还地。要下手的民众得先好好衡量优缺点，才不会后悔。华视新闻网荣浩北高雄报道。Hello， 我是李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